黄宝强离婚前否八，最重要的人冇老婆份。我觉得有两个女人是我心里是最放不下和最疼爱的，一个是我妈妈，是我女儿。老婆呢？冇老婆份嘅？又系嘅，黄宝强星期日凌晨已经发声明要同老婆离婚啦，原因系老婆搭上自己嘅经理人。所以前晚播出的内地节目访问放不下的女人当然没有老婆份啦。其实这个节目一个月前录的，又指当时他们已经有分辨危机，只是未爆煲。